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柯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尤真。没错，又到了我们这个过年特别企划了、嗯、哦。想当年呢，那500万没有回来，我们今年要搬回一城。搬回一城，新的一年来了，龙年。先来一个吉祥话，我先，祝大家龙年行大运。我已经讲完了，我讲完话点。祝大家龙年行大运。祝大家龙来运转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因为去年呢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刮200的、500的、100的、中奖几率极低。上次我们是就是拍那些不吉祥的，就是4啊、44啊那种。有连号，然后四位数，所以大家觉得哦四不吉祥啊，但是就我们就刻意逆向思考去刮四，结果真的都没中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要为本集的刮刮乐加持一下我们的 power， 跟我们那个财运好吗？看提升一下。哦，听说佑真的有去拜这个财神爷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错。有去求这个财神币。对。那等等呢，来看去祈求一下。对，先祈求一下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用就是求来的硬币钱拿来刮。对，而且重点这一集就是我们要特别去求完，然后还要把各种能够。那个增加自己财运的东西全部都增加，就首先第一步，我们先去求财神币。对，然后跟上网听说，最近有人说这几个号码很容易中，然后说13、14、31、39、41、93特别容易中，而且他说几率高达90%以上。哦，然后这是第二步加持，第三步加持就是你们今天看的那个方向。哦，听说要在东方。开在东边的财券行就比较容易中，对对 对, 对，然后大家都可以拿你的那个 iPhone 手机，不是都有指南针吗？对，那个就可以测了。我们今天有三大那个阵法来为我们加持一下，这个再不中，跟你讲，个人运气问题，就个人运气问题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立刻出发吧 ，Let's go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霞海城隍庙，然后里面有这个五路财神呢，我们现在来去求这个财神币，要非常的虔诚的心祈求这个财神爷呢，祝我们这个刮刮乐财运能够提升一点，好吗？出发，这里走，再见。不知道大家在2年前有看过有没有一集也是在这间拍的？那上一次我们就算打平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我们这一次是有备而来的，找了几个幸运号码，13、14、31、39、41、93，好像就是1000块。然后看要怎么挑，我先，你先。今年新的是这个什么金融奖，全部都新的，不一样了。哎，那那个车子的是什么？是一张是多少？然后是钱，我们看一下下一个。好，我要这个31、93。它箱比较小，但是一进两张中一张。哦，你比较高、啊，我自己选一个号码好了。我要这个的67，谢谢，我结束了。我要这个13号，这个41号，还有呢，哪一个有剩11号的？要这个，那就这个吧。谢谢，好吧。哎、欸，好的，我们各自的挑了5张，200块，嗯，然后跟去年一样吗？我们记得好像是200、200、100、500一张，对对 对，好像是这样的。對對對，那我其中呢4张是对了我们网络上查的，啊，1张是我自己是挑了一张。67号是我自己个人号码，你呢？我自己是11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刚刚那间店的狗叫了11声。哦，你还听它叫了几声？对，我在算它的，1、2、3，
然后他就停，好，四五六七这样，总共是十一，十一声。对 ，OK， 那我们把挑的吼，我们就看是自己挑的厉害呢，还是我们网络上查的厉害。好，我们先把自己挑的放在前面，祝我们中大奖，好吗？好，一二三，开锅！好，把我们这个球魔法币，好不好？魔法币。魔法币拿出来，我感觉到力量，我感觉到财运了，这股力量我准备接受。而且你的超大嘞！我跟大家讲一下哈，因为我就求了，它里面有五块啊，什么十块。我为什么会捞五十块？是因为我每一年我的刮刮乐我都用喜欢用金色，因为我觉得金色看起来那种比较有财气的感觉、嗯。对，好，开刮吧。游戏一。好、哦，我首先已经出了，哇，我第一部分好像没有中。OK， 好，我没中哎、欸，第一张就没中。第一张那个都没有中，影片就没有讲话声音，完全都没有那种，呜呜呜，哎呦，或者是哎呦哎呦哎呦有有啊、哦，好像有哦，没有，完全的安静哎、欸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，我再看一次。哇，没中！哇，我的也没中。好，这个网络上说是十一号，我的是十四号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好，希望可以让我叫出一个声音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没有，没中。差太远了吧？哇哇，我第二张也没中，我的都完美错过了。我也是哎、欸，完蛋了，我们第二张也都。也没有中了，我看我的是十三号，我的是三十一号，对，确定没有中。不会吧？我们刚刚那个气势不可以落掉啊！加油加油加油！搞不好这大奖都在后面。没错，好戏在后面。好，我们有信心。差一点点，太扯了吧！不敢相信，我也不敢相信，我的天哪、啊！我也是没中哎、欸。太扯了，我再看确认一下，我确认不是怕没有中，是怎么会没有中？我们抽了三张，我们该不会这一集后奖就是零吧？我觉得有其他的可能。好，没关系，不要气馁，好，我们至少五张呢，刮了三张都没中。对。對真。越刮越失望，你要中吗？我中了五百，嘿嘿。对，没错，看我们声音就知道了。我相信了网络上的四张，一张都没有中，还跟我讲说高达9%，有一张还是说什么这个是每两张会中一张，每几张都没中。他奖比较小，但是平均两张中一张。目前为止，就是验证了抖音上面的影片刮出了，就是只有93号。我靠，网络不行，靠自己，不行不行 ，OK， 靠自己。最后一个希望了，最后希望，要给自己一个加油打气。我们试看那种加油打气的方法。嗯？帮我啊，你可以。哦。你一定会中奖的，你一定会，你一定会中奖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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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了，有了。我感觉到了，就是这股力量，就是这股劲儿， okay, 好不好？来，看看柚子帮我加持，然后再加上我自己的号码，来了，让我中一次吧！快点中奖，到底会不会中嘞？啊，没中！我完全不敢相信我自己的眼睛哎、欸！没有了。确定没了，我觉得下次你还是自己挑自己挑自己喜欢的号码好了。好的，那我们今天就是验证了相信自己，搞好自己选的号码比较容易中。没有，我那张也没中。那你就选一张而已啊。我一年比一年很没有信心。请各位在留言底下帮他加油打气好吗？好啦，今天影片就到这了，那在这边祝大家就是刮刮乐都能够中奖，财运都能够财运滚滚，工作顺顺利利的，在这边祝大家新年快乐，财运隆中来。
那今天影片就到这，希望大家喜欢，喜欢的朋友们按下订阅按钮，即开启小铃铛，有新的影片立刻通知你。我们下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